初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，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。暑停止的意思，初暑表示炎热的暑天已经结束，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。老话说，立秋不是秋，处暑才是秋。寒暑演绎了一年的主角，秋天来了就用力地投入吧。处暑的风带着凉意和期待，处暑的雨给盛夏的张扬按下了暂停键。处暑的梨不分离，无压力，最养人也最甜蜜。夏秋之间需要处暑，生活也需要过渡，给烦恼画下休止符，内心平静，清风自来。